勾一勾，然后喜欢我的把屏幕右下角这个直播室通知我，记住这个这个直播室通知我，然后大家那个点一下，然后屏幕下方的心太可怜了，我的心太可怜了，哥哥帮我点一点，我先给大家挑第一组啊。我也觉得我的眼睛很大呀，先给大家找地主啊！我那是卧蚕，对对，这是卧蚕。终于有个人说这是卧蚕了，就他们都管我叫眼袋，我就非常不满意。点心的哥们加油！
谢哥们的礼物啊，感谢哥们的礼物，然后谢谢你们帮我点心，把小花花送给我。大家就是，我就拜托大家几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右下角直播室通知我，那个手机用户是左上角那个心，大家好的心。然后那个还有屏幕左边这个五星我叫嗨翻天的这个预约一下，还有麦序上的主播一麦是我，二麦小色桃，三麦若飞，帮我们三个的那个右键点关注，谢谢你们。然后屏幕下方的心虽然现在是卡了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就是说继续努力，因为它虽然卡了一会儿还是会显示的啊，不要放弃我好不好？现在帮我选一下第二支舞吧，给你们翻过来。哎，翻了，尴尬。第一个跳过了，现在是二和三，二和三，你们帮我选一下，二三，二 darling 三 shake it。现在请场控宝宝帮我进一下文字好不好？三，二，一，三二一定，定定定，三是吗？那我就先跳第三个了 ，Shake it。我找一下音乐。等我一下。Shake it.
穷了，没有钱买衣服。如果觉得我穿的不好看的哥们，能不能给我众筹点，让我买个好看的衣服，好不好？嗯，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，然后希望你们把手中的小花花送送我，然后把你们手中的小星星点给我，然后把你们手中的这小小棒棒糖也给我送送，是最好的了。嗯，最后一只舞我找一下啊，我先喘喘。最后一只舞也是比较可爱的吧。谢谢所有哥哥们，就是今天我觉得很多哥哥们都很善良，平时每次轮麦都是各种被打击，今天你们还有夸我的，我感觉今天是不是应该去买个彩票？我今天就一个麦序，所以感谢谢谢哥的一道光。今天就只有一个麦序，所以换不了衣服了。然后明天好像是没有我的麦序啊。然后大家就是如果喜欢我的话，就点点我的关注，省得就是错过我了。然后给大家跳最后一支舞了，就还剩1分多钟的时间了。Oh,